幸福加冕，快乐加倍。胖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像四十多岁，开始都抖动你的舌头。你们是第一组用这样的战术的，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好，哎呀，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特别奉献的大型互动竞技类节目《幸福账单》，我们是幸福三宝，我是迅宝，我是月宝，我是宫宝。幸福账单升级啦！会当凌绝顶，每期五组账单分享人将通过三轮竞技激烈角逐，本期唯一我是竞技王的荣誉称号。没错，我们将进行的是第一轮的抢分排位赛，第二轮的两两对抗赛，以及第三轮的读秒心理赛。加油加油！现在五组账单分享人已经是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了，谁能笑到最后呢？来吧，幸福加冕，快乐加倍，一起来看幸福账单墙。减肥加强宣传片，一头牛电钢琴膨食费，咱从什么开始？电钢琴吧。电钢琴，好不好？电钢琴，来点音乐啊！哎，来，电钢琴，有请账单分享人。你好，你好。Hello， 主持人们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们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钱佩晨，既是歌手，对，也是演员，对，我是个演员。所以说你特别需要一个电钢琴。电钢琴的故事是我之前做过支教，然后教过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然后把我那电钢琴捐给他们了。哦。对，然后呢？家里没了。对，这回想要回来。想要回来？不是，就是。你支教多长时间？对，支教大概有半年左右。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我跟这些孩子们，我们是在央视认识的。哦，对，之前也来央视录节目。嗯，然后有院长带着他们学武术，然后他们来台上表演武术。嗯，就这样，然后聊天。我说那你们，需要什么呢？我说给你们资助一点什么呢？他说什么都有。我说那缺教育吗？他说缺啊缺啊，你要当老师吗？我说好啊。我说我是学音乐的，我说可以做你们老师，音乐老师、舞蹈老师、表演老师都可以。嗯，然后就过去了。其实我有关注你的新媒体平台，就是你有各种特别有趣的一种表演方式。喜欢就是音乐跟那个肢体语言的结合嘛，今天可以带着我们玩一玩。好呀好呀。好不好？我最近看一个大家都是比较火一个莲花手，大家有没有知道？莲花手。对，就是这是一朵莲花吗？对，他们称它为叫莲花手。还能转啊。好漂亮，好漂亮。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不不不，这个花没开，打开支棱起来，手指啊，兰花指。这样是吧？对对，很标准很标准。你这个兰花指可以啊，马老师啊，这个兰花指很专业啊。那是怎么转呢？先是手背，然后到手心，对，然后再到手背，再到手心，然后它前面呢是有四个拍的，然后停，然后再停，哎，再停，再停，然后我们飞起来。来，音乐起。停，对，赶紧 pose， 停，停，跟着节奏走，飞起来。对的，干掉。你们是不是把自己的手系上了？对呀，是不是打结了吗？
你美美的来一次好不好？你自己美美的，你美美的来一个。漂亮！棒棒的，棒棒的，好。好的，他表演好，唱的也好，嗯，把舞台交给你。好，拜拜。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挑战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步入挑战去。幸福账单挑战升级，每期五组账单分享人将通过三轮竞技，激烈角逐本期唯一我是竞技王的荣誉称号。第一轮为抢分排位赛，五位选手挑战同一款游戏，采取末位淘汰制，成绩最差的一位将无法进入下一轮挑战，抱憾离开。为各位选手加油吧。穿针引线，挑战者需在60秒时间内将针尽可能多的穿在线上。五个人中穿针数量最少者将在第一轮被淘汰。请准备60秒倒计时，开始。别紧张，别紧张。我叫不紧张，哈哈，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太可爱了。别紧张，别紧张。漂亮，哎，眼睛不错啊。戴了隐形眼镜的。看来小姐姐的眼力手力很棒啊。你这些针够用吗？这么快啊，目前进行的有点太过顺利，难道挑战太简单了？刚刚半分钟的时间啊。哇哇，还有20秒钟。小姐姐太棒了，完全进入游戏当中，后面的挑战者压力很大呀。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正好完成。12根针全部穿上，我天花板了吧？这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天花板级别的了。哇哇，你给接下来的选手好大压力啊！请台上就坐，来吧。
佩晨的游戏好厉害，厉害！第二根啊，记住啊，第二根是你的成绩。来吧，接下来是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账单呢？幸福账单抢。哎呀，我好久没回家，我都想家了。想家，来个家乡宣传片，宣传一下家乡。嗯，好，来吧，有请账单分享人。欢迎你。这不是喜鹊吗？啊，亲家摸，哎，站左，坐，站左，站都左。沈姐好，岳哥好，喜鹊呀，东岩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鹊啊。是因为想家了吗？真的太想家了。为什么来呢？看到了我们的主题，就是我要为自己的家乡拍一部宣传片。嗯啊，对，作为在外的游子，我觉得无论你在家乡生不生活，或者说你离开家乡多少年，但是永远对家乡都会有一份眷恋。我走到哪儿都是思念家乡，呼唤家乡，并歌唱家乡。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我为我的家乡创作了一首原创音乐，叫《我在聊城等你》。山东聊城，对，山东聊城。好地方。那你能不能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介绍自己家乡的方式？我是山东的，山东聊城的。山东话是怎么说？用你的方式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正好说说家乡话。好呀，好呀。我是山东的，山东聊城的。聊城阳谷县，阳谷话这么说：昨天是燕儿里，明天是面儿里，蹲下叫谷堆，喝水叫河飞，睡觉叫飞脚，小小日叫小嘞，小闺女叫闺女。朱迅长得更俊了，马跃长得更帅了，公园里身材更好了，更得了，更字儿了。希望大家有空了，都来山东聊城来做客。好嘞，更好嘞。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哈，每一个家乡话都代表对家乡的那份乡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留给喜鹊，来吧，让喜鹊唱唱咱家乡聊城。来吧。每当风起时，黄河翻波浪，多少故事，多少传说在流淌。泛舟胭脂湖，清新伴荷香。临水听孤云，芳菲细细望。银河飘玉带，绿水映斜阳。余晖闪烁洒下，幸福和吉祥。计划芬芳，我在美丽聊城等你，登上光晕楼，披身月光，许一个承诺，圆千年梦想，我愿一直守候在你身旁。觉得佩晨天花板12根，喜鹊又怎样呢？来吧，一起步入挑战区。来，接下来喜鹊60秒倒计时，3、2、1，开始。虽然前面小姐姐提前预定天花板，但是后面一切皆有变数。让我们看看这位小姐姐会有怎样的表现。姑娘们都好厉害啊！眼神也好，手也稳啊。好像遇到了一个小波折。对，穿几根可能就得，我们是要叫做一下。
小姐姐看起来非常熟练啊，前面的小波折完全没有影响她的进度。不能弄得太实，太实它就会弯。还有二十秒钟，二十秒的时间，啊，能不能超过佩晨的12根的记录啊？第二次小波折明显影响了进度，他还有机会追上上一位挑战者的成绩吗？10、9、8，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6、5、4、3、2、1，停。哦，可以停了。看一下，这是喜鹊穿进去的。2、4、6、8、10，10根也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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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十根。好的，那我们台上就坐吧，喜鹊。赛况播报，在穿针引线的游戏挑战中，两位小姐姐表现非常优秀。钱佩晨一路高歌猛进，非常熟练，以12根成绩位居第一。遭遇小波折的喜鹊以10根成绩暂居第二。让我们期待一下后面的挑战者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继续幸福账单墙，这回哪个恒食费？恒食费好不好？对，看看谁需要这张账单来。大家好，我叫侯浩然，是一名歌手，也同时是一名演员。啊，也是歌手演员，跟我们佩晨是一样哈。棚食费，录音棚还是录影棚的棚食费？录音棚，录音棚，对，自己的原创歌曲，是的，是的，所以这样需要棚食费。对，哎，就我倒挺想向就是音乐人请教一下，录音的时候有没有迅速进入状态的好的妙招？其实真的有，因为我从小在意大利长大，然后有一个音乐剧的校长，他教过我两个很快的方法，就是可以快速的放松口腔和声带。然后赶快分享给我们。第一个，快速的抖动你的舌头。哎呀，那我们不会啊，弹花舌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开始唱歌的时候会有点紧张，然后气息可能会不太稳定，就有一个方法，他告诉我不要怕丑，要去学狗喘。狗喘，小狗喘气，这音乐老师经常教我们练声的方法。对，今天主要是来打歌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听一听他的原创作品。反正嗓子已经开好了，好吧？好的，来吧，舞台交给你。雪在下，染白了整个冬天。到夜晚，看着星空多么耀眼，雪在下，一片一片的思念，缤纷了这所有的心愿。有一颗星星一直陪在月亮旁边，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雪花落在你的掌心的一瞬间，把温暖融化在心里面。刚才是两位女生做这个游戏，我觉得特别合适，一个是12根，一个是10根，我觉得都很不错的成绩。还浩然呢，接下来看看你了。男生穿针引线啊，那为什么不呢？来吧，加油！来，60秒倒计时，3、2、1，开始。一样全神贯注的小哥哥，在这一轮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哎呀，男孩子啊，你看。手别抖啊！出手给予挑战，好像有点难啊。佩晨上来帮忙。这个游戏真的深深的提醒所有男生，
是要做一些针线活的。时间已经过半，小哥哥还一分未得，不断抖动的手，还有逐渐焦躁的情绪，为小哥哥捏一把汗呀。那舔一舔线，这舔舔线的，快！还有15秒。毫无经验的浩然，虽然赢的希望越来越小，但还没放弃，希望他能取得零的突破。恭喜浩然，你已经成功的挑战了自己，快快加油啊！3、2、1，时间到。好的，一根。有。好的。那好，晋级等待区就坐。赛况播报，目前已有3人完成挑战，钱佩晨依然是本轮穿针游戏的天花板，侯浩然只以一根的成绩位居第三，目前看来他的成绩相当不乐观，让我们先看一下后两位挑战者的表现吧。幸福账单墙，这两个账单有冲突，肥牛不是肥什么肥一头、啊、肥头肥牛不是一头牛来一头牛一头牛来吧一头牛，好好好，看看一头牛的账单是谁分享给大家。什么 channel？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新阿蒙客游中期，我叫糯米涂鸦。嗯，一头牛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哦，说起这个一头牛啊，是2005年的时候，我哥卖了一头牛，给我买了我喜欢的乐器，键盘。从那次开始，开始了我这个演艺之路嘛。所以我就说起了这个一头牛的故事。哦，其实当时很宝贝哈，对，就是卖了。家里的牲畜去支持了你自己的音乐梦想，梦想，所以这头牛在你心里分量很重。对，卖了这个一头牛，买这个琴的时候，我以为是我就学几个曲子就可以了，没成想学来学去，今天我站在了这个舞台，走上这一条音乐之路。对，所以非常的激动。我们有很多来自内蒙的音乐人朋友，他们唱起来跳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好像到了大草原上的感觉，我也特别希望今天你能用你的歌声带我们去往大草原。对，蒙古族原生态唱法长调歌曲，还有呼麦啊，马头琴，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的，说起这个长调啊，是我们蒙古族游牧的时候跟着我们动物的声音模仿出来的。嗯，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我们就来一个蒙古族原生态唱法，好，长点吧，来，嗯，叫。家黑谢的根的。Shut me now.带我们去到了草原之上，我已经沉醉其中了，真的是闻到了草香，看到了牛羊，经常会被这种举重若轻的原生态的状态所打动，这才是音乐最真诚的表达。对的。好的，那接下来我知道你是带了自己的作品来到舞台上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嗯，我的一首原唱歌曲，嗯，我用情歌唱草原，献给大家。好，来。红花的盛开，只为让你留下来。你像风，为我策马奔腾，驰骋千里外。沉睡10000年的梦，化作我心中的痛。眼角淌出满天星，点亮无眠的夜空。明知秋天不会来。
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到了穿针引线的时候了，好吗？来吧，我们一起步入挑战区。60秒倒计时，3、2、1，开始。浩然，好好学学啊，看一看。2根，目前涂鸦已经安全，看后面能否追上佩晨12根的成绩。穿一个准儿啊，嗯。可能因为前2位的优秀成绩，涂鸦有一点急躁。但是他迅速找回了状态。时间过半，30秒。目前一切顺利，但要追上第2名10根的成绩还很有压力。不要紧张，相信自己。5、4、3、2、1，停。时间到。1、2、3、4、5、6、7、8，8个。您的成绩是8根针。嗯。来，台上就坐。赛况播报，目前已有4人完成挑战。糯敏图雅发挥基本稳定，以8根的成绩位列第3。毫无悬念，成绩只有1根的侯浩然依然面临着第一轮被淘汰的危险。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位挑战者的表现。来，继续看幸福账单墙。好，最后一个是我们3个人永恒的目标啊，减肥。来有请。先认识您一下。好，哦，苏叶尔，来自新疆吐鲁番。现在在北京工作。你要减肥？哇，看到各位老师，我觉得这个目标完全没有完成。你说看见我们目标没完成是什么？你现在是成功的状态还是要减的状态？半成品吧，半成品。对，你最重多少？最重的时候83、84。你减到了多少？现在70，目标看能不能到65公斤以下。哇，为什么减那么多？因为胖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像40多岁。你其实多大？其实多大？85年的。对，37。哦，那个小苏同学是因为就长相比较成熟，他希望自己练成一个像浩然这样的一个状态，说永远这个小伙子精精神神的。所以你是奔着那个体重来的是吧？对，必须的。他接到了节目组的邀请之后，自己痛下决心说，我上镜必须得名副其实，我37就得照出个37的样子，我不能37照出个47的样子。但人家已经减掉了有20斤了。20斤，对。你怎么减下来的呢？就是饮食要科学嘛。那新疆的美食老多了啊。对，非常诱惑的。昨天大家一块吃烤全羊的时候，哦，只能看，完全不敢吃。对，这种感觉。新疆人烤全羊在前头，不让他吃，再拿个大馕。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那个运动，必须得运动啊。对，你怎么运动？你的方法是什么？最近不是那个什么王心凌男孩直播运动带着是吧？对对对。做操啊？对，操课。你跟着跳吗？会跳，但是完全跳不了那么标准，能运动量就可以了。运动量可以。那老师一起，咱们一起玩。你带我们。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a,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无论是什么男孩什么女孩，我觉得动起来很重要。我虽然不赞成啊就短时间暴瘦，但是也要谢谢你的努力，有的时候为自己的那个目标需要拼一把的时候你扛住了。希望用不同方式做到更好的自己。是的是 的, 是的。那我觉得你来这儿展示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把自己的歌曲让大家更多的人听到，是不是？对，因为我个人是音乐制作人嘛，然后又是做唱片企划统筹的，所以今天带来这首歌呢，其实因为去年是我们毕业20周年嘛，没有机会聚到一起，就正好写了这样一首歌叫要记得，就是希望每一个就是毕业的同学大家都记得彼此一起走过。好好，要记得来。偶尔闲暇时候听着电波推送，接受未知的感动，向往着更美的以后。旧时光的单车承载太多远方的梦，我们都忘了回首，还有谁在原地等候。那是岁月温柔的手，那是属于我们的歌，轻轻哼着。呜哦哦哦，多年以后再次相逢，只想静静默默感受，听你说就足够。也许明天各奔西东，我们依然怀念感动，要记得你和我，与你相伴在你左右，只想静静默默感受，听你说就足够。也许明天各奔西东，我们依然怀念感动，要记得你和我曾一起走过。好的，来吧，我觉得有的一拼。刚才浩然穿了一根，我不知道您的针线活怎样。我觉得这个真太有难度了，我觉得他一根都不错了，我觉得我可能一根都过不了。好了，来吧，来试一下。来，60秒倒计时开始。作为本轮最后一位挑战者苏耶尔，只要穿过2根针即可进入下一轮。一根了。虽然上手较慢，但是成功穿过一根。看起来苏耶尔还未找到感觉。恭喜苏耶尔，用一半时间成功晋级，剩下的时间可以放心体验了。你能不能为男人争口气，打破一下现在最高纪录是12个？12根有点难度，一半也许还有可能。还有20秒钟。15秒，不错啊，争取5根啊，来，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嘞，五根，好的，啊，能突破0就很不错。那浩然，浩然也是一位女演员兼演员。我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认识了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做音乐，好吗？好呀。那我们要跟浩然说声。再见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来，台上就坐。来，赛况播报，目前本轮5位挑战者都已完成游戏，钱佩辰果然是穿针引线游戏的天花板，毫不动摇。
毫无疑问，成绩只有一根的侯浩然，本轮遗憾离开，祝福他唱歌表演事业佳绩频传。第二轮为两两对抗赛。好的，那在这里我要恭喜四位成功晋级下一轮，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服装还挺搭配，看这边红，俩白俩红嘛。那看看谁能够打头阵出场。来。二号喜鹊，来喜鹊。喜鹊，你想跟佩晨呢，还是跟红衣对阵？我不想跟佩晨。佩晨啊，来吧，那你就看看苏叶和苏雅，你选谁了啊？交给命运吧，抽取一下。好，苏叶儿，来吧。好的，我们喜鹊抽中了唯一的一位晋级到第二轮的男选手。如果是个体力活，我们喜鹊可能就稍微吃一点亏，但是不一定哦，说不定是从中有戏呢。来吧，一起步入挑战区。百发百中，挑战者站在指定位置，依次将粘性小球扔到转动的圆球靶子上，靶子上有对应的分数，每人十个小球，扔完后总积分多者胜。剪刀石头布，赢者后发。来，剪刀石头布，来，准备好，百发百中游戏第一轮开始。本轮游戏考验的是挑战者对旋转目标的预判和投掷的准度，上一轮两人表现相当。哎呀，第一颗力度过大没关系，先适应一下。喜鹊，来人啊！喜鹊虽然未中，但离目标更近，目前两人互有优势，结局难以预料。好像都没有调整到位，再来。要击中中间数字的位置，要击中中间数字的位置。还十分，不要十分呀！恭喜苏叶儿率先找到感觉。五分。女生也不落后，分数紧逼。注意准确度啊！啊，这样，手中球已投掷过半，两人成绩依然没有变化。我的天呀！那是互相扔绣球呢，跟这儿。你们能往球上打吗？哎呀，其实这个差一点点。好，喜鹊加油，喜鹊。好十分，哇，漂亮，漂亮。女生反超，都还有最后三颗球，最后胜负依然难以预料。哎呀，白高兴了一场。15-10。哎呀！最后一个机会。目前两人都剩最后一球。苏叶必须投中十分才有获胜的可能，结局到底如何呢？十分，苏叶儿成功反超，以5分优势领先。喜鹊必须要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哎呀，太遗憾了，最后一刻还是悬念满满啊。
好的，那恭喜你成功晋级。下一轮恭喜你。来，台上坐，喜鹊也台上坐。谢谢喜鹊。好嘞，那加油吧，两个姑娘，一起看看给你们的挑战是什么，一起步入挑战区。眼疾手快，挑战者站在桌子两侧，在听到指定音效后抢面前的吸管，每抢到一次得一分，率先获得六分的一方获胜。现在音响师请给出音效，这个声音才是，其他声音都不管。眼疾手快，正式开始。来，第一只吸管。这个游戏呢，相当考验专注力和反应能力。两人都是音乐人，谁会更胜一筹呢？哎，着急了。这个是那个音效吗？开始。不是啊，不能抢啊。好，好，佩晨得到一分，表现都不错，两人各得一分。开始。哦，佩晨两分了。脑子里一定要记住那个声音啊。这个游戏啊，可太考验心态了。啊！加油，涂鸦。两人的心态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佩晨更稳了。大家加油啊！是啊，再点出现，只要再争夺一只吸管，他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佩晨连续得分，以5-1的优势遥遥领先。涂鸦还能绝地反击吗？还是。目前两人都高度紧张，非常时期两人都互不相让，连续同时抢到。双方都太紧张了，是个声音就抢啊。恭喜佩晨更加坚决地抢到了最后一根吸管，赢得本轮比赛。来，恭喜佩晨成功晋级下一轮。也谢谢涂鸦，谢谢。那在这里要恭喜两位成功晋级最后一轮。哎，我觉得最后一轮你们俩有的拼，因为你们俩都是音乐人，对时间、对节奏的感觉都会非常敏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先锋时刻。第三轮为读秒心理赛，两位挑战者坐在机械座椅上，在指定位置拍下座椅旁边按钮，并根据自己对时间长度的掌握，在合适时机按下停止键，三次后时间相加更接近30秒的一方获胜。先锋
峰时刻，两位选手请就位。两位请加油，第一次机会，三、二、一，开始。嚯，你玩法有点激进啊！对，佩晨。第一轮你的时间是14秒79，小苏同学16秒97，要想无限的接近30秒，你们自己想该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高度，第二次机会，来，开始。好的，那我们从佩晨开始。第一次你的时间是14秒79，第二次你的时间是13秒07，所以你自己计算一下，你还差几秒。小苏同学，第一次16秒97，第二次8秒74，所以你赶快算一下，怎么无限的接近30秒。最后一次机会，三、二。一，开始。哇哦！哎，就是这个游戏玩了这么久，你们是第一组用这样的战术的。来吧，大屏出结果。哦！啊，整整差了一秒钟，他们俩。整整差一秒。谁更接近于30秒呢？更接近于30秒的稳坐钓鱼台，而距离稍微远一点的将掉落海洋球池。请做好心理准备，三、二、一。获奖感言，今天来到这里真的是太开心了，太幸运了，真的是幸福长的肥没白捡。说的没错，对，坚持是对的，努力了一个月的时间没白费，特别没有白费，还要加油。还要加油。对，来吧，请走上你的荣耀之路。好，来，请苏燕儿转身，从土豪手中接过属于你的专属奖杯，恭喜你获得本场的惊喜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完我们的炸弹故事和竞技挑战，您是不是也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报名参加我们的挑战呢？没错，人人都有账单，人人都有机会。如果您想加入我们，请把您个人资料发送到屏幕下方的邮箱，让我们一起为幸福而战，幸福加冕，快乐加倍。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啦！幸福加冕，快乐加倍。手指交叉往左边，对，左，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什么叫合法，什么叫违法。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月亮出来溜啊溜啊，尖峰时刻。哎呀，哎呦我天哪！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